之前黄轩最新封面大片释出，秋日温暖氛围，干净有清新，休闲感穿搭演绎自然风范，满满秋日静谧氛围。黄轩真的很适合这种风格，外景拍摄的秋色大片气质干净，宛若在自然中自由玩耍的孩童，让人心生依恋。黄轩身穿黑白条纹的外套和长裤，坐在长椅上，白衬衫清新又随性，笑起来的样子十分温暖，身处秋日美景中非常治愈。还有一张身穿米白色的外套趴在桌子上，眼光斜视上方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清新有阳光。黄轩在外景中蹦蹦跳跳，藏在树叶中，或捧水而饮，或玩起狗尾巴草，像个孩子一样开心。黄轩的气质确实是娱乐圈难得一见的干净的男星气质，每次都觉得黄轩的眼神太清澈了，尤其是带着笑意的时候很少年，身穿咖色西服套装，内搭白色背心，气质清新且儒雅，不愧是黄轩啊，轻松驾驭多种风格，诠释不一样的气质魅力。喜欢就订阅呗。